嗨嗨，嗨大家，嗨嗨 ，Good night， 不要玩喉咙，嗨嗨大家，晚安安，嗨嗨。我还没吃药，我先要吃给你们看的。今天做有没有先拜拜？对不起啦，谢谢婆婆的一颗星，嗨，还在咳，我还没吃药，但我现在要来吃药，我很乖，请称赞我。对啊，可是我觉得变咳嗽好一点，因为就不会喉咙痛，因为我是前几天是连就是吞口水都会痛。对，我现在好很多了，非常好。可以动一下的呀。截图准备，什么截图？要截图干嘛？我的口红嘞？哦对对，被我的药药挡住了。谢谢林哥的冲浪失败，谢谢，嗨嗨，好了，我真的要来吃药了，因为我是今天去看医生，医生还问我说你会不会咳嗽，我跟他说好像还好，结果没有，我吃了他的药之后就变成咳嗽了，应该是一个上一个医生有帮我开止咳，但可能因为我这个医生就跟他说我的咳嗽症状还好，所以他可能帮我开的比较轻。谢谢小白兔的云豹会员票。这个是温的。那这个嘞？冷的吗？嗯。好，那我先喝温的。谢谢。阿里嘎多。不是鸡排的锅啊？怎么会是鸡排的锅呢？不同我看两间不一样的。那我说换个药吃吃看。谢谢小白兔的云豹会员票，谢谢阿抓的七副好运牌，谢谢 Gordon 的七副好运牌。好了，你们要来看我吃药了。谢谢阿抓的快点会员票。谢谢阿抓的跨年会员票。有效的话，但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可以就是试试看，那可能我上一次比较严重。谢谢修者的紫色泡泡，谢谢 AD 的缘分相遇，谢谢果酱家的音效卡，谢谢嗨光太，嗨嗨舞者，谢谢光太的圣诞惊喜，对，多方尝试，什么都要试试看，对啊，谢谢 Ting 的红玫瑰，嗨 Ting， 谢谢阿哲的追踪，谢谢 Alex 的分享，哈哈阿荣，好，大家等我先吃药丸，谢谢天灵的红玫瑰。有我感受到它在扩散，几包药一包啦，但因为我药丸会分开吞，你的药纸呢？没有啊，但这不是药粉，而且这个如果用药纸的话，这个吞下去会给丢，因为太巨了。好，重身体，会的，会好好保重身体的。虽然我现在用这声音讲这话，吓熟人，开太大声。谢谢阿抓的萌萌喵，谢谢阿抓，
谢谢 Mark 的缘分相遇。哎，没有跟你们说，因为我会吞不下去，它就会卡在这里，然后我就会吐。谢谢冰特选的啾啾你哦，谢谢冰特选，谢谢阿抓的萌萌喵，谢谢阿抓的水晶四叶草。就是我小时候就想要耍帅一次吞，谢谢帅的啾啾你哦。我以前就想耍帅一次吞，然后结果没有，那个药直接卡在我喉咙。谢谢关太的啾啾你哦。我大概只有这个大小，这个大小可以直接就是好几颗一起吞这样。苦力，谢谢伟的你最闪亮，对我适合一颗一颗来。谢谢冰特神的圣典玫瑰，谢谢冰特神，好好好看的玫瑰哦。你这个可以吞几颗？没有，我小时候看奶奶可以一次吞全部的药，我都觉得哇好帅哦，我也想要一次吞，然后我就很想自作聪明的跟她一样一次吞，没有给洗我了。我就是我某一次很不舒服，好像是不知道是肠胃炎嘛还是怎样，就是会有点反胃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要一口气吃完，那我就不用痛苦这么多次。没有，我跟你说就是已经在不舒服了，然后结果我还一次吞，然后结果那个药直接卡在我喉咙里面，然后结果直接人体彩虹啾。对，从此以后我不再干这种事。这首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字到底要怎么念，就是好像是胡子男吗？对，我直接给丢，对，我没有办法。对，奶奶有练过，我想说哇 我这样子应该也可以，没有，我直接给洗。谢谢嘉行的桃木剑，对，我还是个小朋友胡子男。谢谢勇的钟情玫瑰，对，所以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哈哈 MM。 MM 是香港人哦，那我要怎么自我介绍？香港人要怎么自我介绍啊？那个自我介绍是怎么叫？嗨，街头小肉包，胃药特别大颗，胃药可以直接咬，是光那个字念光吗？光一吗？对啊，一次吞卡喉咙真的很痛苦。嗨嗨，福福你又来啦，雷猴雷猴啊，今天对啊，今天终于变温暖了。滋哦。这个字念滋哦。对，我是小朋友，我很皮。今天是顺毛的我，耶、yeah. 嗯！今天怎么没那么好看？因为有洗头啊。谢谢 Popo 的年度会员票，对，我的声音随着气温也一起恢复了。谢谢 Popo 的年度会员票。对不起，我一直咳嗽。顺毛，对，有洗头，所以是顺毛。我越来越诚实了呢。或嫌气温越好，不要，拜托我不要再感冒了。喉咙真的太不舒服了。哈哈，叶飞。平均洗一次头两天，有工作天天，喉咙痒，对啊，想偷挖口袋名单，就想要了解一下，搞不好之后会问台中美食啊，那台中烧肉大家推哪一个呢？哦，便签要改号，会的会的。
那在地的那一位，在地的那一位就是还是要就是收集一下大家喜欢吃什么啊？看着我玛丽。那好像应该天天洗，有没也没有啦。冬天会比较懒一点，夏天会比较勤劳一点。不然这头发很长哎、欸，深深烧肉，但算台中吗？什么意思？他不在台中吗？万海红颜对吃的还是没想法，为什么？那你平常都吃什么？便利商店吗？嗨嗨浪客，烧肉童话，我只吃过一次乌马哎、欸。我比较少去台中，我比较常去台南，可能因为我对台南食物的食物真的太执着了。对啊，哦哦，连锁店原来如此。然后那骑太远的车去找吃的，觉得乌马还好，然后但我觉得乌马汤啊很好喝诶，我之前就续了好几次。面老板的口袋名单。嗨嗨桃塔，鸡汤很好喝。反正一讲话就会咳嗽，车程10分钟极限。那你能去的地方很少。嗨嗨小乐，我现在不痛，吞口水不痛了，但是就是一直咳，就很痒，讲话就会痒。对啊，烧肉店的汤特别好喝，被发现。对啊，因为你升级了，还想躲啊？我还提大企划，如果可以成的话，如果这种就是到处旅游的企划能成的话，其实也蛮棒的，就是有很名正言顺的，就是可以出去玩这样。啊，说到底汤多好，真的很好喝，特别棒。车程嗨嗨默默循环，车程不超过5分钟，那也太短了吧？嗨嗨草莓姐，公费旅游了吗？不行，如果真的要做这种企划的话，要就是观看数有回馈才有办法。嗨嗨羞，吃饭到我家，莉莉推什么？跟着吃货一起吃，这个只是要起泡面加冬卷，吃好一点加蛋。谢谢嘉宏的告白气球。不会，我如果常办餐会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很好了。谢谢林果的中场啦啦队表演，谢谢林果果。隔壁堂堂的团长，没有那个是谁？那个，突然想不起来。本本不是有就是。一个企划是哪里有酒局他就去哪嘛。你觉得会先飞的有吗？对，到处蹭你家晚餐。蹭吃东泉拿铁感觉就很地狱耶、欸、辣椒酱感觉第一集会直接冬天，但我没有人啊，我没有人就是可以让我蹭吃。我的喉咙一直讲话就好痒。东泉冰淇淋，这也算是就是东泉是台中的对不对？也在致力于推广那个就是自己的辣椒酱嘛。嗨，家居，的喉咙痒，东泉只是的场面。谢谢家居的红玫瑰。我声音好难听哦，请大家再多多包涵，我已经好很多了，我现在每天都很有精神，耶、yeah ！噔噔噔，这里有鸡排吗？
没有，我下午就是吃了没有皮的鸡排，台中人的谐音。然后用水煎包，对啊，你们不都把酱灌到水煎包里面吗？谢谢冰少玄的，因为爱你。到底是他灌进水煎包，这个吗？哦，哎，哦，在这里。对不起，我拿走了你的滑鼠。嗨，艾文，我的声音真的好难听哦。嗨呀。可是皮是精华，对啊，所以我就吃了鸡胸肉而已。就是吃一点那个味道，而且妈咪还一直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鸡排？吃一口啦，吃一口啦！来来来，我撕一块给你吃。”我好不容易才拒绝妈咪，跟妈咪说：“我不要吃鸡排。”对，我特地没有买我自己的那一份。她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鸡排？我撕一块给你吃啦，快点啦，快点啦！”然后呢，他完全没有在顾虑我说不要这件事情，他就是说来来来来来，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把它撕完了，而且超大一块，大概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一块，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撕那么大块？然后他就直接把它就是拿给我，但又很烫，然后我只好咬着，然后咬着就哦，牙齿也好烫，哦，换到手所以好烫，然后就这样子传来传去。对，妈咪很疼我，而且你知道鸡排其实有的时候最多肉的就是在它上面，只带就是上半部那一部分。对，然后他还撕很大一块给我，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吃就好了，真的不要给我。还好没有他说，对，太烫了，我的手也很烫，所以我只好就是不要浪费嘛，我们也不要让它掉地板嘛，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哦，吃完了。对，下半部是骨头，只有上半部是肉而已。蜂蜜水，哎，还是我要吃喉片。但我想说，还是不要。嗨嗨，爷爷，嗨嗨，终于讲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不，但我现在已经吞口水不痛了，但就是一直很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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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痒。希望吃的药等等会赶快有效。谢谢星辰的红玫瑰。对啊，你们是会啃骨头的人吗？因为我超不会啃骨头的。你们是可以把鸡翅啃得很干净的人吗？谢谢张颖的啾啾你哦，谢谢张颖。这东西含进去有一种医生帮我喷药的感觉，你有觉得吗？嗯，这个喉片有医生帮我喷药的感觉。那这就医生开的哦，会连骨头那边皮，你们敢吃软骨吗？因为我不敢吃软骨，哎，我连鸡软骨我都不敢吃。ごめんね。我的牙齿，你的牙齿怎么了？我的愿望就是吃肉不用吐骨头，然后布丁不舔盖子，那个优格也不舔盖子，是不是？我不敢吃软骨，哎，鸡脚冻不敢，上次咬断哦。请问你花了多少钱？哎，你们不觉得牙齿其实是一个很花钱的项目吗？啊，大家我含着喉片的时候，可能讲话会有点稍微有点不清楚。你们不觉得牙齿是个超贵的项目吗？戴个牙套就要十几万。哈哈，心头肉，不觉得吗？因为我现在有戴隐适美嘛，就是二次矫正。然后我第一次是戴传统钢牙，我戴了11万嘛，还12万。然后第二次我这次戴了21万，所以我在我牙齿上面花了33万。然后还不含就是定期的美白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医美跟牙科真的
甚至我觉得牙科还比很多医美还贵。哇，好贵！嗨嗨 ，volume up。欸，我在念这个词的时候，我一直念不好，因为我的英文没有很好，所以就很好笑。Volume up， 三间公司真的。嗨嗨，玲珑。对，就是谢谢家人在我身上的投资，谢谢奶奶，谢谢爸爸。用日文念怎么念 ？Volume up。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欸，但日文好像不会发 vo， 是不是？这要怎么念啊？牙医诊所都很好啊，英文可以通就好。欸，通就好啦，听得懂就好了啦。就跟你苹果拼 APPLP， 你也知道它拼错一样。我现在会开我自己玩笑了，进步了，你莉。那是医美诊所阿姨呀，不是啊，就是牙医呀、啊。有 V 哦，是哦 ，Volume up，Volume up，Volume up，up， 是有没有那么难？就 Volume up 就好了。好像是没哦 ，Volume up， 哈哈，厉害哦。念日文标准一点 ，volume up。那我说你像哈士奇，你有没有生气啊？我看你照相机多高。没事啊，没事，没事。但你说我如果像那个，那叫萨摩耶，我会更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萨摩耶。我想被骂蒸蛋，你这个蒸蛋，你看可以就可以了啦，我相信你，我早就可以了。跳开场我好可爱，谢谢。不是说像哈士奇是吧？是什么？好像不是说吉娃娃，吉娃娃会生气耶。不可以说我像吉娃娃还有法斗，我会跟你玩 gay， 查完真。是说你零什么白痴吗？还是什么吉娃娃不行？我超喜欢萨摩耶，超笨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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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笨哎！吉娃娃跟法斗，对对，我不要说我像吉娃娃跟法斗就好，这太伤人了。我超喜欢萨摩耶，因为我觉得萨摩耶跟熊很像。嗨嗨嘞黑弟，萨摩耶根本，嘿，耳朵，个性有点像柴犬，我吗？嗨嗨传吃率，超笨超可爱，这到底是称赞还是？我懂耳朵会啊，但我腰又不长，你可能要找一个水桶腰的跟我比较像。到处都是熊，因为我很喜欢萨摩耶，就是觉得它很像熊，很可爱，很大只，毛茸茸的。警戒性就是存在。好，你说的对，你说的是。傲娇的部分哪里傲娇？我哪有傲娇？你才傲娇啦！我觉得喉咙逐渐在好，但我怎么觉得鼻子塞上去？嗨嗨，欧比王，请傲娇，你才傲娇啦！我哪里傲娇？好卡的哟，喝水吗？哦，好，你很傲娇。对啊，我这次感冒分阶段，就现在吞口水不会痛。一点点啦，非常些微，那就是又一直咳嗽。但现在已经好很多，因为前几天超级不舒服的。对啊，喉咙痒是快好了，就是它已经逐渐慢慢上来了。
他现在在攻击我的喉咙，好痒哦。噔噔噔噔噔，现在叫什么阶段？我也不知道，可能快好了吧。可以傲娇的说话，嗨嗨，对呀、啊。部分能力已经出货了，对。啊，有些在等我们一下，就是因为这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需要分批。咳好几个礼拜，可是我之前确诊好了之后也是咳好几个礼拜，对啊，病毒慢慢上来，慢慢在减缓症状。出货的公司在帮剪脚，笑死。对，希望明年能赢过今年。对，也还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出。你先今年的关先过完。对，我们今年的关都还没过完。我对不起他们，笑死。你妈会不会问你说你怎么买这个？对，希望一次可以比一次更好。但我觉得我都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就是被害妄想症吧，我都会很怕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做的不好。月租开始包，今年不是只剩半尾寒，你们要抽吗？你们要抽奖金给我吗？你各位才是老板。家里说我认识你，其实。那你不要把那个拿给别人看好不好尴尬。抽什么？你要抽什么 T I O？ 魔法推回去。对，你各位是我的老板。股东桌要开吗？股东桌，那可能就是奶奶需要一起进来，对，衣食父母。我可以要求老板上台表演，我要表演什么？科目三吗？那但我不会跳。请问下次股东大会？啊嗨，莫汗，我要懂得感恩惜福，好像都不去。你说跳科目三是不去了吗？奇怪，我突然跟你讲这件事，你说我又发了什么东西吗？嗨嗨，蓝飞哥，我整个不在，是范伟啊，在海底捞范伟啊。我们要请老板上来说几句话。科目三，拜拜。他帮他跳什么？我妈进来的房间的时候，周边是谁？怎么都一样。但应该都不一样吧？你应该放了很多了吧？他们都在乱跳。谢谢 QQ 奇的追踪。然后我还看起来很粗。求佛我姓石，我姓石，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那个下巴我想要平一点，就是不要太哦修图修图，就是不要太尖，就是稍微平一点点。对，因为我本人没有那么尖，我还是需要一点就是真实性存在。我还在头发挺注意转面，可以啊。帮你们甩一面88块，甩到你们的面188块。谢谢地球的缘分相遇，嗨嗨阿姆罗，说成橙子内，我不会橙子内。谢谢宝瓦的告白气球，我姓乔，我姓乔。谢谢刚刚的钟情玫瑰，前面左边服务怎么算？谢谢宝外的一颗星，橙子内版本，然后下巴如此的长，
谢谢星辰的缘分相遇，谢谢星辰。对啊，某几个就是本来拍照就是会有几个角度下巴特别尖。欸，我有时候看到我下巴太尖，我还会把它推远一点，因为我觉得不像我。谢谢小陈的水晶四叶草，谢谢韩寒的红玫瑰。就有的时候觉得那个照片不太像我，就是可能太瘦还是怎样，我会就是逆操作把它拉宽，就通常不是要拉，就是推小脸嘛，没有会把它拉宽，我会拉到我觉得我的脸是好看的。对，我还是适合有点圆。然后你推的真的不像，对啊，脸太小就不是我了，甚至要把它拉回原形才是我。因为你那双爱小眼睛，我完全不能唱歌哎。你现在应该是痒吧？对，我现在是很痒，就是我。还有，哦，好痒。但真的没有前几天那么不舒服，我就是精神比较好，我可以侃侃而谈，但就是会伴随着一直咳嗽。哎，笑。谢谢四好的一颗星，大家最近还好吗？谢谢光的红玫瑰，安静。然后我现在一觉得，就是一个月没跟你们就是见面几次，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就觉得哈，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见面了嘛。嗨，林果，你怎么一直跑来跑去啊？还要考虑龙角散哦？真的吗？你好奇怪，明明以前就是也没有这么常见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了就觉得好久没有见到大家的感觉。还没出来耶，报告全部都好了，很棒，可以好好看直播了。小姐真乖。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跟龙角散应该差不多，而且这应该是有药用。一月有活动，你们希望有吗？你们希望有吗？你们希望有，我可以看看我办不办得出来。1月12到14，叫招牵手带，你也要有的要叫招哎，你要叫招去台下看表演吗？川北可以简单的，哈哈，昨天超痛苦啊！就是哦，对，我会犹豫，因为我其实很想要每个月都有活动，但我会犹豫的点就是办活动其实很烧成本，对，就是办活动基本上不赚钱，甚至是赔钱。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们说，我从无限电力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赚钱，那是你好不好？只有你会办成这样。对，只有我会办成这样。我可以非常跟大家保证，你们就是花在我身上的钱，我全部都还给你们的。讲得好激动，对，对，这是需要非常的，就是特别强调。你先动作一直在考虑前面。一月先不要，下下周啊要出国出差。2800的小卡。对对，就是因为我基本办活动是不赚钱或者是赔钱。对，财务报表，嘿，老板我比你还红哦。而且甚至我目前办的活动应该都是赔钱的吧？办了两次活动都是赔钱的。谢谢修哲的吻手礼。所以你知道办活动就是还是会，我很想要每个月都有活动，我想要每个月都跟大家一起见面一起玩。谢谢思豪的我的观众，我怕你们都觉得我暗砍，嗨嗨咻咻咻，真忏悔就好。没有大股东看到我怎么花在那个餐会上面啊，花在活动上面，他们应该会杀了我。等一下，我想洗个鼻涕。
嗨真的不会是单亲女人，这边不会啦，不会啦，该付的还是会付啦，大家放心，毕竟你都过不了了，预算就这几笔，好的好的，对，明年开始还是要算成本的，暗卡真的不会买到，吃吃比较担心，伙食费就来算，还好吧，哦，我刚醒到流血，怎么有一点点血？擤鼻涕擤到流血，但我的感受已经就是比较好了。麦当当忏悔，请督导演。对啊，可能我太用力了。一千大股东几杯？什么几杯？成本真的要估一下。好了好了，你们怎么比我还担心我的赤字啊？不付款张会，不要不要不要，喉咙的血不知道哎、欸。今年的股东赠礼，今年的股东赠礼是年历一本。我前几天才拿年历去给奶奶看，长久的公司一直失职了吧，真的。然后奶奶就说：“哦，还不错啊，拍的还不错啊，蛮好看的。”杯子跟衣服呢？什么杯子？什么杯子？什么衣服？你是说？啊啊啊！什么意思啊？好了，我之后出一个杯子的周边，好不好？一杯一百，除了我是不是？外面的公司都免费送，大骨头开心就好，还有烂骨头。1500000，太坑了吧！嗨嗨，冰块，不可能这么坑的吧？1500000谁要买？哇，我前几天才就是带奶奶一起去 shopping， 让奶奶花了好多钱，是要租卡车跟杯子。杯子你们会用吗？会吗？快的杯子用不到，不要，我才不要嘞！看哪一种？看什么杯子？你们都用什么杯子？马克杯吗？可以出盘子？不要地狱哎、欸！哎，没有，不要说，不要说我就是让你们当盘子，好不好？我想说第一张要放，哎，哦，这个没办法全身，是不是？好吧，我想要有素的当第一张，因为我觉得素色有点太干净。上好美盘没有？我才没有，我才没有把你们当盘子呢。我有回，我才把喉片喷出来，我有回馈在你们身上呢。你推肚肚了，不要讲那么大声，推肚肚这种东西可以。可以做嘴型就好了，好吗？马克杯，不要穿这特别的盘子。其实是说奶奶想要杯子跟衣服，哎、欸，没有，我有问奶奶说要不要经典的 T 恤，她提出不要、欸。我那时候生日会的时候就跟她说你要衣服嘛，她就说没关系。啊，明宗，椅子呢？累，只想拥你入怀，彼此安慰。然后我每次，虽然这样讲也不太好，但是因为我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我都没有看成本，就是觉得哦，这东西好像好哎，然后可以哎，然后我就做下去了，然后我完全没有思考到成本的问题。然后每次到一个活动结束在清算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是李佳丽，真的是李佳丽。然后就是对，
对，不良公司。然后就是要做。才会观看财谈，赤字财务真的。本公司没有成本这玩意，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办活动不会赚钱，真的是不会赚钱。外面这些人出一场倒一个，真的无限赤字，超好笑。我很怕你们会觉得我说。办活动闹赚啊，什么之类的没有。我一直被你们说，哎、欸，你要注意一下那个成本啊。他说，哦，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成本？但每次看到品质就，哦，好啦好啦好啦，买。对啊，声音很好很多了。很喜欢你这种不顾一切，还是不是卖石油？好好好。在这家公司不存在这件事，真的。我第一次看过光看菜单就知道会亏的活动，不会，大家有玩的开心就好了。将你包围，对，就是以莉莉主打一个主旨，就是大家玩的开心就好。没有，李董没钱。李董还不知道年末了要怎么跟奶奶交代。啊，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跟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很喜欢跟大家见面，然后跟大家聊天的那种氛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每个月都有活动，就是每个月都很好玩。亏钱办活动还不参加报，真的是亏钱办活动、啊。就是主打一个大家都要开心，不计成本。哎、欸，我们原本生日会 slogan 是什么？没太管预算。啊，对对，我们原本生日会的名字要写说，就是卖场名要写说。没在管预算的李莉莉生日会，对，原本要打这样，但是后来我忘记了，然后生日会的文就出去了，对，不然原本这场生日会的 slogan 应该是这个，松叶树下聚聚，有活动哦，可是我说的活动是比较是我自己办的活动嘛，安身散步。超好笑！安生外拍。哎、欸，但这次的雨爱的那个观看有比较高哎、欸，来听听我唱的雨爱。的天气。哦，3957了，谢谢大家，你们有在认真听哦。哦，1600个订阅嘞。有在变多哦。你这个有看那个吗？他有会不会切到头？如果缩图的话，没有。我看过，所以会切到吗？会。你害怕？我真的谢谢你哦，阿姨都知道会切到头，你还不是？说图要看看看，不计成本。嗨嗨哲哲，嗨嗨君翔。上面是说图。会不会很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你才奇怪。好了，那没有，其实修图是我的工作，但是因为我要直播，然后我原本今天要发一篇，但是我来不及，所以我就请他帮我把后面的作业做完。
这个嘞，这个放第一张也难搞。我刚刚跟你说这一张了，好好好，不要。黑水庄的千纸鹤，谢谢健全的红玫瑰，比较真的好听，是不是？我要说空白，一条一千给他拼一支支，谢谢地球的啾啾你哦，谢谢，这么好用的员工，对啊，员工代修服，因为最近太忙了，你都要练舞又要干嘛，没有时间。谢谢地球的啾啾你。放弃。对不起大家，我在咳嗽。大家差不多可以开始打个内容了。那是可以直接给肉档了吗？不可以。怎么可以呢？肉档会吓到人。怎么挑选？需要避开版权。嗯，好问题，就是会去看看别人有唱过什么 cover。这也是好的，我的观众，谢谢刚刚好多的缘分相遇，谢谢嗨嗨大神。主播辛苦了，好的好的。相信员工会用电脑版的 L 啊，你会用电脑版的 L 啊吗？他不会，其实调色都是我在调啊。谢谢 Popo 的告白气球，先去休息了。好，大风要睡了，悄悄练歌。但是我的版权抓比较严嘞。谢谢九蛋的小号角，下车的人先晚安。好的好的，下节 Good 奶奶 ，Good 奶奶，可以这样照哦？真的假的？镜头模糊功能不重要哦，大家都是经验者，很清楚。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是因她非常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不看影视会就不会版权问题，有些好像还是会有、欸、对啊，但目前我的频道还是 还不能盈利的啦，对啊，因为它有要达到一个门槛之后才可以盈利，所以呢，目前呢都是呢就是回馈给大家，我的 YT 能够营运就是多亏了大家，谢谢谢谢各位。不可能期待加会员，你说 YT 会员吗？这会不会太多会员了？追踪数还是观看数？追踪数好像过1000吧，观看数要更多。观看数还有一段距离。对，观看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没有这么快。对，没有 YT 主打就是让更多人就是对我，就是对我有兴趣的人可以看影片来认识我。对，稳定上片。那因为我没有办法这么固定的时间去拍片，因为毕竟我的主业我还有很多时间要练舞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办法这么稳定的上片。然后他又被放没办法加回，不会没事的，这短期应该还不会有 YT 会员，没看过一定长度都不算，对，所以就是其实 YT 要能盈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所以目前这段时间都还是。就是先累积一下大家平常看 YT 的习惯， YT 的频道会员没有很贵，比一瓶手摇饮还便宜，是没错啦。可是就是因为经营它哦，但我现在也还不能开会员呢，因为我还不能盈利，所以我也不能开会员。谢谢 Alex 的红玫瑰，对，要先达到一个门槛，所以我也还没达到那个门槛，所以我也还不能开会员。嗨嗨180，对啊。因为我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平台要经营了，我也很努力的希望每一个都顾到，对，所以如果之后 YT 可以盈利之后，然后又要开会员的话，可能会
先想想，因为毕竟现在的人手只有两个，对，我跟员工而已，好像也顾不来这么多。对啊，总观看要达到门槛才可以，我订阅已经达到了，但总观看的门槛还没，就是还很久，还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多多帮我看，就是影片可以的话，就多看几次啊之类的，帮我冲冲就是观看次数这样。因为就是数据都是 YT 后台会有的，对，所以就是我自己也只能努力的，就是看能不能做出大家更有兴趣的影片。但我觉得 YT 就是要有契机点，刚好拍到大家有兴趣的题材，然后那支影片爆红之后，才会更多人来看嘛。YT 小助手，对啊，都要固定上片，但是因为对于现在两人工作的无限天地公司来说有点难，所以对，会加油的。对啊，对 ，YT 要有个爆红的点，你们都比我还了解。然后还跟员工快问快答，不然你们可以那个啊，可以告诉我你们想看 YT 想看什么。每天会狂听鱼爱，谢谢 Q。哦，拍谁？我一直咳嗽。应征助手，但还是要记得成本。你们不用还担心成本呢。谢谢装的千纸鹤。但不知道啊，因为以前就是从大家身上得到了很多，就是现在就是想要看能不能回馈给大家，就是。品质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希望大家这次收到年历也可以感受到我在年历上面也是下了不少成本。谢谢你脚底按摩之类的出现在我的青春里。哦，我也有想过哎、欸。OK 啊，那你挑给你挑哦。回馈是要先有盈利，但是不知道哎、欸，我就一直很想要，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谢谢光泰的年度会员票，嗨嗨杰森，我们标准是80分，您大概300分，完全可以理解砸成本。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拿到那一本本人，谢谢光泰的年度会员票。对啊，有韩寒的观看次数特别多。哦，谢谢天灵的年度会员票，谢谢光泰年度会员票。而且，其实我的剪片就是给认识的人剪嘛，然后他已经算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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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了，真的是以友情价来算。但是因为词就是这样子，也是一个不小的。在 YT 上面啦，就是包含题材啊，还有什么，有些是记录生活的，就比较不会砸这么多钱。但像 cover 这种，就是拍摄啊、租棚啊、录音啊这些，全部都是要花钱的，就是成本会相对来说高。谢谢九蛋的为你放烟火，对，大家比较喜欢爆料题材。但相对来说成本也高啊，因为你要租棚，然后又要录音，然后又要剪，就是它比较不是 cover， 比较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对 ，cover 很贵，而且 cover 已经就是感谢各路的大佬们都算我很便宜，谢谢大家都就是算我很便宜，我才有办法就是。尽量在压成本上，这些片就是我的 YT 能做这样，也是就是有大家的帮忙。谢谢九蛋的带我走。对啊，所以前面的那几支，就是比如说化妆啊，然后 QA 姐妹 QA 啊，这些都是比较低成本一点可以做到的。然后针灸那个也是，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蛮有趣的。然后。我也看过很多人针灸，然后是我自己主动去问，就是问对方能不能拍片，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多人可能会有兴趣的题材嘛，就是
是我算是比较主动唯一去走，就是走出去，然后去问人家说可不可以拍的企划。对，但就是可能比较，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觉得他是什么业配还是什么之类啊，所以可能之后也要换其他方式拍会比较好。但就是美颜针灸这个是我自己很觉得它很有趣，所以主动去问人家的。录音频昨天浅浅的流动，非常感谢那个熊猫眼那个熊猫眼公司的大家，对，就是从那个浪 K 哥认识的，就是谢谢他们，就是有帮助我们啦。高低配本来就蛮好的，妈咪赞助开场服装，对啊，谢谢西安的大声说爱你，谢谢。超级按摩，现在身体应该疯狂成交，真的，不是业配啊，不是业配，是我，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东西蛮有趣的。谢谢阿抓的小号角，我知道大家看起来会蛮像业配的，对，但它其实不是业配，是我自己去主动去问人家。小孩的朋友像是好熟悉，为什么有去过吗？谢谢少安的分享，疯狂惨叫，对，大家最喜欢听惨叫了。谢谢阿抓的好多祈福好运牌，谢谢抓肯肯，谢谢阿抓，谢谢装的告白气球，紧紧抱着你，谢谢香港的好的分享。对啊，就是还有很多，但因为有成本的关系，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马上就是去做，对，因为成本也是需要计算一下。脚底按摩力是会惨叫吗？会啊，而且我其实有点怕痒，要按得好才可以。脚底按摩了吧？脚底按摩，大家提供的信息。啊，身体不好去娃娃教，到时候不知道有机会吧，有机会可以去拍拍看。好啦，大家现在打内容吧，今天也差不多了。要不收音请小声点，我会先对不起剪辑师。身体差的时候更有效果，最累的那一周去按。抱着你。大家都打好内容了吗？大家打好内容跟我说一下。哦，好了。你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给你。请让我。好了，打好了。好。哦，喉咙有点痛，讲太多话。但我今天难得很侃侃而谈，然后看 YT 的订阅就是慢慢累积，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员工也莫名陪看，直接被拉下来。谢谢九蛋的带我走，看到贴文了，欢迎大家多多按赞，多多按赞、留言、分享。噔噔。欸、你是不是移开上去了？头微被切，但也还好啊，就是头顶。就是你说要脚啊？好吧。我可丑了，已经。没关系，算了，都出去了。对啊，还有库存。你有你，还推嘟嘟的是哪一家？有嘟嘟的也没几张啦。员工也被按，还是大家其实想要听到员工尖叫？哇！干嘛嘟嘟推太细？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反正大家平常都是看过现实的我的人，分贝计这谁会？然后吵到别人呢，不太好啦，直接吵死人，啦！好啦，念榜啦。那好像蛮好玩的，用分贝计车。比较大声的人要请吃饭。但就是不知道，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周颖的红玫瑰，老板赢了，不会，我绝对会死守我的嘴巴。哦，我要请客，我可以。啊，已经要出那个脚底按摩的钱了，然后呢，再输又要再请吃饭。我会输。感冒状态，好好念榜，念榜，念榜。好，第一名是雷果。哦，要凶我的声音。第一名是雷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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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Happy New Year！ 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你为什么一直消失呢 ？You 在干嘛？是不是在地狱上班？我们最近都很少来聊天欸，包含 DC。但你如果在上班的话，那就算了。有闲暇时间再来聊聊。谢谢第一名的林果，谢谢林果果。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休息，好吗？答应我不可以忘记休息哦，我每次看到你都累到不行。谢谢第一名的林果，谢谢林果哥，谢谢林果，谢谢第一名的林果。第二名是冰超旋，谢谢冰超旋。冰块，谢谢第二名的冰测选，冰测选，念力好甜蜜啊！你念力好像做好还是力好棒，当然好啊！耶！谢谢冰测选，早点洗洗睡，姑奶奶，姑奶奶，冰测选早点睡。我的声音真的好可怕。谢谢第二名的冰测选，谢谢冰测选，谢谢第二名的冰测选，谢谢。第一，谢谢喵喵喵。第三名是阿庄，谢谢赵肯肯。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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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谢第三名的抓肯肯，谢谢家很棒很棒，谢谢阿庄，之后会努力唱更多 cover 的，很高兴还可以看到听到丽的歌声，我会继续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继续在舞台上活跃的。期待演唱会，我也期待。谢谢阿抓，谢谢第三名的阿抓，谢谢抓可可，谢谢第三名的阿抓。第四名是西恩，谢谢西恩。西恩，你放的是谁？说，你放的是谁？怎么不是可爱的我呢？谢谢第四名的西恩，谢谢西恩。第五名是嘉宏，谢谢嘉宏。好，现在不要想太多，因为会想太多莉莉哦哦，想太多我吗？现在其他人需要一点油保暖，我分你一点，我的油太多了。然后好，那要早点休息，会的会的，只是我无限咳爆，对，但我已经好很多，我非常有精神了，就是会一直咳嗽而已。谢谢第五名的嘉宏，谢谢嘉宏。第六名是四号，谢谢四号。今天也是认真人生，为什么是娶你？为什么？今天讲的就是想被你发卡跟旋转，谢谢，谢谢四号，我要发你卡发到2024第一天，谢谢，谢谢四号。
来给你个卡，谢谢，谢谢你的喜欢，谢谢你的娶我。你好奇怪，为什么喜欢我回答这种东西啊？谢谢第六名的四号，谢谢四号，谢谢第六名的四号，第七名是地球，谢谢。知道的时候不如说加油。好的，谢谢地球，我会加油的。你也要加油，虽然我也不知道加油什么，但就加油哦，每天都要加油。谢谢第七名的地球，谢谢地球。第八名是终于，谢谢终于。对，有好一点了，但就是还有，就是喉咙还是讲，就是话讲多还是有点痛。好，要早点休息，谢谢。语爱好听，要多听一百遍呢。谢谢第八名的钟颖，谢谢钟颖，谢谢第八名的钟颖。第九名是顺，谢谢顺。答案键，谢谢。跟哈试一下，他们绝对是本质善良，不会，我才不会生气耶，这是根本没什么，你不要太走心，我不会怎么样，真的，你放心。家里只能努力。以后还要麻烦你累积多少后就照顾自己，会的，喉咙早日康复。好的，喉咙听到没，大家在跟你说早日康复，你要赶快好起来，不要让他们担心好吗？没有笨，没有笨，我最聪明了，我跟萨摩耶一样聪明。你不要用那怀疑眼神看着我，什么意思？你这是布丁狗，对啊，又比较聪明是不是？是你差一点。哈，谢谢第九名的顺，谢谢顺。第十名是光太，谢谢光太，早日康复，会的会的。光太不要生病哦，不要跟我一样，要健健康康。谢谢第十名的光太。第十一名是庄，谢谢庄。对，我一天一天的康复，不要再偷吃鸡排了。好啦好啦，就很香哦。看到时候门票好 ，OK OK， 有时间的话记得来，可以的话一定要来，好吗？来演唱会，然后那个问卷要写我。周边啊，目前看可能空白绘本相册，所以你幻想会是你，那我觉得会不会太废啊？大家记得填问卷。大家记得填问卷啊！问卷要写我，要写李丽丽哦。他一花两次费，不会不会不会，有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分批在出，因为一次出不了这么多，对，所以我们有慢慢的在寄出，所以请大家再稍等我们一下下，我会尽量让你们在年底前拿到的，好吗？在2024前拿到它，谢谢谢谢庄，谢谢第十一名的庄，谢谢第十二名是宝袜，谢谢宝袜。宝宝你又不打内容了，要你又今天就这样的，你是不是一个礼拜只挑一天回啊？谢谢第十二名的宝宝，你就承认你最爱我吧。谢谢第十二名的宝宝。第十三名是泡泡，谢谢泡泡。没有啊，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时尚秀是就是把人埋在那个叫什么沙、欸、不是沙发，那个床垫里面嘛，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就是你知道冬天就是要床垫加棉被，就是最好的伙伴，床垫加棉被，不然烂骨头也可以，烂骨头，加油，我加油。谢谢第十三名的泡泡，谢谢泡泡。第十四名是九蛋，谢谢九蛋。拿不出干净。嗯，都好几天了，那会好，会好好考虑成本的。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就是大家都希望就是无线电力永续经营，就是我也会好好的，就是好好看一下财务报表的，对，对不起大家，但我就是一心想要回馈给你们，对，我想让你们拿到最好的品质，最好，对，
所以我会好好的好好的紧掐成本。然后他接到这个，我要老一岁了，恭喜你又老一岁了，七天开六天，生日到现在想必哎，二十七号没开，对不起，而且不打算开。好啊好啊，月底了，粉丝生日会，好，我再发，再我再发，我已经忘记。我已经忘记，就是已经月底了这件事情。十二月太忙了，我直接不知道过到什么时候。好啦，九蛋生日快乐，恭喜你又跟着我们姐妹俩又再老一岁了。不要说我们长大了，你也老了好吗？不要说我老，你也老了。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九蛋生日快乐，恭喜你获得一个感冒版本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 Yeah, 谢谢第四名的九蛋，第十五名是修哲，谢修哲，天佑师姐姐平安。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可可爱爱。最后一句纯粹是私心。谢谢第十五名的小泽，谢谢小泽，谢谢阿里嘎多，谢谢小泽。第十六名是刚刚，谢谢刚刚，还是要顾一下公司成本。大家怎么都在关心我的公司成本呢？好啦好啦，会担心一下的好吗？直播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谢谢大家来看直播。石墨烯，我现在左右我说，怎么都没说弟弟娶我啊？这你说的娶我是不是？那你要说弟弟娶我啊？还真的忘记填我，我完全记得填我的名字哦。对，我感冒了。恰恰，好啦，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来看直播的大家，耶、yeah, ，大家拜拜，拜拜，毕竟我还说拜拜，耶、yeah。